过来，来来来，小黑小黑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有没有发现小黑小黑长大了？嗯，这泪黑挺严重。他现在就是每次看到我，或者看到我的车，就会冲我跑过来，会亲我的。哎呦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干什么？我发现他真的特别喜欢我，我一不走他就趴我鞋上，听见两米叫了，你俩行了啊？来，要不要来我家玩一会啊？小小黑，来来过来过来过来，来来我家玩一会，我家有你的两个小伙伴，去黑米去，去黑米，黑米，看米粒这小短腿，你别看他腿短，那跑得贼快。你让小黑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！把这瞎子！哎呦，这把你吓的啊，都把我彻底吓。嗯，主要是体型上不占优势。这泪黑太严重了的，因为小小黑不吃狗粮，我之前喂过他，一点狗粮不吃，因为像在农村里面养的狗基本上都是吃一些剩菜剩饭，我吃那个麦麸，他如果吃狗粮的话我可以给他送一袋，不吃，上次喂过，这个泪黑严重就是一天吃太咸的东西了，你看他开心的，哎呀，行了行了行行行，他怕，我有时候真的想让黑米或者米粒和他去玩一会儿，他主要是他胆小啊。呀呀呀，行了行了，哎呦呦哈，抱住我，身上也是脏的呀。好了，去吧，回家去吧，回你家去吧，啊，去吧。你看，就是泪黑太严重了，他一直挠呢。他好像就是这么大体型的狗，不长大了。这么看起来和黑米小时候是真的像。去吧，回你家去玩啊。拜拜。